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来优酷国际版 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屑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曾经有一位帝君，为了救一位仙子劈山而过，这山重新聚合以后便留下了一道寸灰不染的裂痕，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有着怎样荡气回肠的故事啊。小仙乃是藏法阁的小仙师，今日不是有意闯来，有意叨扰。我已经中了无妄之火，无药可解，我愿自缚于此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能离开？不如这样，我拿个枕头过来，在地崖陪伴你。沧海无边，追随你痴缠留恋，情字难言，总更在指尖。在别人的眼中，你是威震八方、护佑三界的大英雄，可在我的心里，应渊君是一个固执、懦弱、宁愿去死也不敢好好生活的人。情深一眼刻在心间，为你纵身一跃，昙花一现，情愿深陷，此生不负成全，相守最后一片，又何惧轮回中思念。愣着做什么？你的心留在我心头，快走。小月这个背影好似梦中那个人。我的簪子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是陈花簪，有治愈疗伤的效果。把头伸过来，把头伸过来。情字难言，总更在指尖，枉费了千年岁月，情丝万千怎么解。忘了期限，爱才能兑现。情深一眼刻在心间，为你纵身一跃，昙花一现，情愿深陷，此生不负成全。留住你最后一片，又何惧轮回中思念。你的心竟然是你亲手拿去了我们的回忆。小梦迪，唯有感知到真爱方可破解。原来你一直在骗我，即使你深知心中有我，却还是选择天下苍生。昙花一些，情愿深陷，此生不负成全。我不能让你们伤害他。我带你走。你的心留在我心头跳跃。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望？我希望你能像从前一样快乐，然后你喜欢我。